速写作业没画完的别走啊！哎，你画完了没？差签名了。那你签名能不能写一个李丽？小李盯着他们。好嘞，老师放心吧。来来来，手底下都停一下，到我这儿来，手机都先交一下，我说个事儿啊。哎，又干嘛？接下来我说的都是小道消息，大家也都知道。咱们学校有合作，如果担心自己这个成绩，哎，别人都很优秀，你自己联考怎么办？就是说那个没戏。咱们学校是有那个，都听明白了啊。但是我今天说的这个消息，出了那个门，该说不该说啊，自己心里有点数。助教，那为啥这事儿老师不给我们说啊？这种事儿肯定都是我们底下这种小克拉咪给你们说，是不是？美术联考人最这个费用啊，一个人是2块。不要捣乱，你出去。没过250一律返还，辛辛苦苦准备了一年，那谁也不想多再复读嘛。你报不报？还有点小纠结。想报的都转到我那个私人号上，然后就好好画画吧。交了费啊，就把这事儿彻底报。我也报，我也报，我也报。哎呦，大家都报了，我也报呀，找我妈要钱去。那我也报吧。你联考多少分啊？252，跟我平时差不多。哎，我就238，跟我平时模考也没啥区别呀。还好助教把那个钱给我退，但是我没跟我妈说，哎，小退一笔。不会现在还有人相信真的有包过费吧？我这儿还行，辛辛苦苦准备了一年，只要没过250律法吧，就把这事儿彻底忘了。无论如何。